協音科技啊，3800啊，即係前稱就係保利協音啦。咁好，咁咧呢個朋友就係楊小姐嚟㗎，早晨，楊小姐。咁佢咧就話2.7就係買入價嚟嘅，咁樣啦。佢話有冇機會上翻佢嗰個買入價咧？短線前景你又點睇咧？暫時股價走勢咧都係偏向係弱一啲啦，即係你基本上睇股價圖咧，其實都會留意到嘅。咁咧就咧啊，之前曾經低位咧就啊落到去咧就2.4呢一啲嘅位置，咁啊就即係對應翻而家咧就咧2.38咧，其實都彈翻咧有10%鬆啲嘅啦。咁我覺得咧就如果佢唔係連續兩個收低過2.2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有啲耐性咧嚟到去等一等佢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要去翻咧就啊2.7或以上嘅時候咧，可能短期咧就難度會高啲。咁啊咧，暫時預期嘅時候咧，可能大概2.5到2.55之間咧，就已經係稍為有啲阻力。咁你睇下咧，去翻咧2.5樓上嘅時候咧，會唔會減持步伐咧嚟到去調配翻啲資金啦？